八一男篮已经告别了 CBA， 在 CBA 成立之初占据半壁江山的军旅球队，如今已全部退出历史的舞台。在这支八冠王真的退出的那一刻，还是令人百感交集。纵观中国篮球的历史，八一队并不是唯一一支被历史淘汰的球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CBA 曾经昙花一现的球队，以及现存球队的前世今生。1995年是 CBA 元年，当时还没有禁烟令，联赛早年叫过35全国篮球联赛，后来也叫过希尔顿全国篮球联赛。那时联赛第一次有了赞助商、冠名商的概念，还有那些最古老、最传统的 logo。如今还剩下广东宏远的那只华南虎、北京鸭和江苏龙。我们就先从北京奥神开始聊起吧。这是中国篮球联赛中第一支私有化的职业篮球俱乐部。当年的奥神可以说财大气粗，老板李苏除了给队内球员都开高薪之外，他们还从海外请来专业的教练团队，队中不乏知名球星，老武术家袁志南、卧槽老大爷单涛、亚洲第一大前马健等等。对于老球迷来说，奥神五虎当年那可是响当当的名字，孙悦自然不必多说，国家队的绝对主力，张松涛当年则被看作是姚明的接班人，霍南身体素质劲爆，国内实力最强的二号位球员之一，黄海贝和金星也都先后入选过国家队，还有现在苏州肯迪亚队的主力中锋吴冠希，就不一一列举了。奥神队成立于1997年，在获得甲 B 联赛冠军后升入 CBA。1998年，奥神队代表中国参加篮球亚俱杯，并勇夺冠军。从1998年到2005年，奥神队在 CBA 打出的最好成绩是第四名。1999年，奥神与前卫队合并，更名为前卫奥神，当时还闹出了不小的风波。2004年4月，当时中国男篮要打亚锦赛，备战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尤纳斯当时点名要求孙悦代表国家队征战。但由于老板李苏迟迟不放人，北京奥神被中国篮协取消一年的联赛资格，篮协宣布由甲 B 联赛冠军云南奔牛队取代原先北京奥神的位置，参加中国职业篮球联赛。2005年，北京奥神正式参加美国 ABA 联赛。奥神在 ABA 可不是鱼腩，实力颇为不俗，四年中有3年都打进了季后赛，其中在2007年，孙悦用强势的表现进入 ABA 年度第一阵容，成为第一次入选国外篮球联盟第一阵容的第一位中国球员。关于孙悦，这里就不详聊了，我会专门出一期视频。07-08赛季，奥神与 ABA 联盟达成了一份长达15年的协议，并把奥神新赛季的主场设在了新加坡。2013年，55岁的奥神老板李苏因心梗去世。随着李苏的离世，北京奥神也随即解散，这支球队也随即成为中国篮球的历史。新浪狮的前身叫台北红国象队，曾在台湾联赛中夺得季军。球队在2001年加盟 CBA 联赛，在 CBA 中实力不容小觑。新浪狮9名来自宝岛的球员中，有7人曾经入选中华台北队，多次征战过亚锦赛。他们的教练，江苏老球迷肯定非常熟悉，邱大宗。他在新浪狮执教2年后，便来到江苏南钢。在我印象中，邱大宗的个人魅力还是很强的，那一年把江苏队带进联赛前4，执教水平有目共睹，很可惜没能连任。新浪狮在 CBA 打了2个赛季，并于2001-02赛季杀入季后赛，并在与八一队的大战中赢下一场。2003年3月8日，新浪狮做出决定，在打完常规赛后正式退出 CBA 联赛，主要原因就是球队成绩不理想，财务负担过重。那么次要原因呢，就是球队在 CBA 中遭遇到一些裁判方面的不公平待遇啊，这个你懂的，不多说了。香港飞龙本来的确是香港的球队，当初建队的设想是非常完美的，因为前一年台湾新浪狮加入 CBA 联赛非常成功，这让香港篮协也有了登陆 CBA 的想法。建队之初，香港方面希望把主场放在红磡体育馆，并在随后的倒摘牌大会上，他们摘得强力新人王薛玉阳，薛玉阳的薪金达到了20万人民币，这个数字在当时中国篮球圈并不多见，马健老师直呼内行啊。随着 CBA 开赛的临近，各种问题浮出水面。首先就是球员过路香港的边检和通关就成了大问题，当时没现在这么方便，最后实在没办法，只能将主场定在了深圳罗湖体育馆。香港球员本身不是职业球员，都有本职工作，来内地打球很难实现，以香港本土球员为主的计划很快破产，后来只能在内地到处寻找内援，到最后队内真正的香港球员只有2个人，并且基本上不了场，所以就感觉哇，好尴尬。
在联赛进行中时，球队在资金上又出现了问题，球员和教练的工资都发不出来，怎么能好好打球呢？于是在02-03赛季 CBA 联赛全部26场比赛中，香港飞龙仅仅赢得一场比赛的胜利，球队的成绩每况愈下，甚至连最后几轮比赛都无力支出费用。由于成绩很差，这一年也自然就降到甲 B 了。后来因为劳资纠纷始终无法解决，香港飞龙队也就自动退出了甲 B 联赛。深圳润迅成立于1997年，是深圳首个篮球俱乐部，当然他们和现在的深圳领航者不是一个球队。润迅男篮成立之初便组建了自己的青年队，其中有非常优秀的苗子，霍南、黄海贝、徐国忠等等都是润迅重点培养的对象，未来也成为了 CBA 各家球队疯抢的对象。深圳润迅1997年成立当年就冲上了甲 B， 1998年保级成功，1999年便具备了冲击甲 A 的实力。在经过2000年冲 A 失败后，深圳润迅将著名中锋单涛拉了进来，单涛不负众望，将深圳润迅带上了甲 A。 不过很尴尬的是，润迅是做 BB 机行业的，就是这个东西，那个时代随着这个行业的没落，深圳润迅在刚冲上甲 A 的时候就卖给了一家名为益康宝典的公司，主场也从深圳迁到了清远。一年之后，球队以全败战绩迅速降回甲 B， 之后直接解散。解散后，霍南和黄海贝一起加入了北京奥神，成为了后来的奥神五虎。济南军区男子篮球队成立于1959年，是我国篮坛一支老牌劲旅。该队曾多次获得全国甲级联赛冠军和亚军，还曾代表国家和军队出访过芬兰、挪威、冰岛、朝鲜等国。咱们熟悉的老一辈国字号球员穆铁柱、邢伟宁就是来自济南军区。由于主力中锋张斌等人的退役，济军在 CBA 联赛中的成绩开始下滑。96-97赛季，济军队仅名列第12名，济军就这样升上来再降回去，来回了好几次。所以能看出来，军旅球队想要立足甲 A 十分易事。2003年12月，济军男篮撤编，队伍进行了重大调整。青岛双星集团出巨资买断济军队的年轻骨干队员和青年队的优秀队员，组成了如今的青岛双星篮球俱乐部。沈阳军区成立于1951年，算是国内比较早的一支军旅球队，历史上取得过非常出色的成绩。96-97赛季，沈阳军区战胜了实力强大的八一男篮，爆出了一个大冷门，并一路杀入八强。2003年，沈阳军区男篮冠名沈部东华男子篮球队，正式撤出沈阳军区体工大队的编制，就此告别了军旅部队的头衔。2005年4月6日，沈部人马空降杭州，正式落户浙江，也就成为了如今的浙江广厦队。其他退出 CBA 联赛的球队有南京军区、前卫猎豹、湖北梅尔雅、空军联航雄鹰、云南红河奔牛。由于时间关系，他们的故事就不一一赘述了。这些球队都因为各种原因而解散。他们在 CBA 还是婴儿时期，撑起了中国篮球联赛的半边天。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 CBA 本身也在新陈代谢，优胜劣汰。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存在为中国篮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轻轻地走了，正如他轻轻地来，就让他们永远留在 CBA 的历史长河中吧。